红烧大黄鱼。今天太冷了，我们这边前几天因为下大雪，小学不是那个停课好几天嘛，然后今天又因为大降温又停课了。太好吃了，就是这种大黄鱼，一条一斤左右的，994条，顺丰包邮，超级无敌美味啊！这个鱼呢，它没有碎刺，然后呢是人工养殖的，非常的鲜，而且呢它还有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啊，还有那个蛋白质、氨基酸，哎，想知道可以百度啊，啊，多吃鱼聪明。教程呢，上个视频发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用油煎过的这个凉面，这个鱼就吃起来更香，还是汤汁浓稠的。这种鱼没有什么碎刺，老少皆宜，都能吃。非常的新鲜啊。